注意观众，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这个菩提心三心，讲到清心这段。这集咱接落来讲第三回向法愿心咱看宪度大师的开始。三者回向法愿心。这条是利他，就是自性心来对人、对事、对物。言回向法愿心者，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根，及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是出世善根，以此助他所修善根，悉皆真实深信，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成彼国，故名回向法愿心也。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大慈悲心。欲拔一切众生之苦，以一切众生真实之乐。四弘誓愿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属于回向法愿心。具体修学，大师在此地甲咱讲得真明白。过去咱毋知影咯，凡夫拢有戒因之迷。虽然毋知影，但是过去生中一定有修善根。凡夫无量劫来，善恶杂修，有善有恶。咱将善根回向，虽然咱毋知影过去世，那是真冷静的思维观察，也是会当看出来。从哪里看？从习气顶面看。习气毋是自生的，多生多劫。对人、对动物、对植物有爱心、有慈悲心，就是过去生中的善根。自生当中，咱接受佛的教导。接受世间古圣先贤的教诲，知影断恶修善，身口意三业修的善根，以世间现行的教导，所修的是世法的善根。依照佛菩萨的教导，咱所修学的是出世间的善根。这一条是讲自己在自性当中所修的，除了自己修的之外，咱也看到别人所修的，别人所修的，咱也可以提来自己回向。这个爱办，要哪会当把别人所修的善变成自己的善，随喜功德。咱看到别人的善，令生随喜的心，安尼就把别人的善变成自己的善，随喜他人，他是别人，一切凡圣，别人有凡夫，有圣人，圣人是菩萨阿罗汉，凡夫是世间的圣贤。像咱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拢是世间圣贤。那么包括到天道28层天的天人，这拢是圣贤，世间的圣贤。那么在六道里面，无出三界，
啊，依孤属于凡夫啊，这是世间圣贤。世间的圣贤，因所修的一切善，咱看到了，咱听到了，或者咱在书本记载里面读到了，会当在真实深信当中升起欢喜心，对伊的善行赞叹，对伊的善行随喜。随喜的意义非常深刻。第一，对这个善行必须肯定，才会当随喜。第二，爱尽心尽力的效法。如果是现前的善行，咱应当尽心尽力去成就这个善行，这是真的随喜啊！唔是干那欢喜赞叹啊！咱有力量，无去帮助伊啊，无去助成伊的善行啊，这个随喜都无圆满。如果尽心尽力随喜，有偌大的功德，你得偌大的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随喜的功德不可思议。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里面都随喜功德这一条，这是菩萨行普贤行十大纲领其中之一。后面也有行顺众生，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咱的心才会当达到真正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是得生西方最重要的条件。果然得清净平等，往生到西方世界，品类决定是上三辈。九品当中是上三品往生，啊，这个爱记的回向，爱真实深信中，这句非常非常重要。回向观生彼国啊，这是咱在自性修学当中第一个愿望，唯一的愿望，才会当决定一生啊，这是法愿啦。下面一段开始真重要，咱要特别注意。有回向法愿愿生者啊，你真正愿生啊，真正愿意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安尼你爱具备下面所讲的心理态度，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的形象。这一句决定咱之生能不能往生。如果具有这一个条件，那么可以讲一个人决定得生，以这个决定真实到什么程度呢？初心深信，犹如金刚。金刚是譬如在矿物里面，金刚是最坚固的，能破一切物，一切物不能破坏。所以非常用这个金刚来譬如坚定的意思啊，心亲像金刚同款的坚定，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伊是无同款的，见是见地见解，学是修学。解是了解，行是修行。即使在佛门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那么咱就免讲就是在咱佛门里面，咱知影大乘佛法在中国都八宗派，
每一种里面啊，又阁分真侪支派，不同的宗派见解不相同，依据的经论不相同，修行的方法不相同，咱在一生当中常常会遇到。啊，那么遇到这人啊，甲咱修学的无同的法门，无同的宗派，啊，往往啊，这人真慈悲，伊也真好心，啊，咱讲真热心啦。遇到你就甲你讲，啊，讲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太简单了，啊，恐怕无够用啦，也是爱加学一点啊。较靠会住，啊！拜一尊佛，万一阿弥陀佛想无用袂当来，要安怎呢？不如加拜几尊啊！阿弥陀佛无来呢，嘛有别尊佛的来。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啊。那么咱那听到安尼，以这个讲法，好亲像啊，真有道理。你的信心就动摇了，你的信心。就被迫害，真正决定信心啊！无论听到人安怎讲法，决定不动摇，这样不为他所动，未被迫害，唯是决定一心，唯是唯一，专心到了极处。只决定一心，道正得直啊！我只向这一条路正直，决定无蛇弯，决定不回头，不得文笔凌辱，只有进退，心性去乐，回过乐多，回过是回头啦，乐多就是特转。啊，跟他拔刀拔落去，特转。如果听到别人所讲的，啊，你就特了心，就特转了，即是往生之大益呀。那么，即是往生的机会，这个大利益，你就当面错过了，真正可惜。这四行文无多，是非常重要的开始。一点啊都未使疏忽啊！咱现前遇到这个殊胜的机缘，这个机缘确实像古早人所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咱即生遇到了啊，唔好认为不难，敢若真容易就遇到啊！如果你拿出去探听一下。啊！你去探听看卖，你才知影遇到这一个法门，也真正无容易啊！啊！你去问学佛的人，去调查一下，在中国、外国、全世界，啊，无学佛的人，咱就卖讲。啊！你去调查，问到佛法的人，几个人听到净土法门？啊！这全世界啊，学佛的人，知影有净土法门的人有偌济啊？又过几个人听到《观无量寿佛经》啊？知影有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又过几个人听到善导大师的开示啊？你一站一站啊，去调查啊，你会发现啊，确实无济啦。啊，这人数啊，真少啊，所以咱今日遇到啊，那么注意大家有缘呐、啊，那么在咱这个空中的佛学讲座啊，听到这部经啊，这是有缘呐、啊，啊，爱珍惜这个因缘啊，爱依照啊这个。观经佛甲咱讲的，
玄奘大师甲咱开始的这个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依教奉行，自身决定会当得生西方净土。玄奘大师为咱解读未少疑惑，因为在玄奘大师以前对玄奘大师以前的这古大德比较早这佛门的大德，那么因注解这个观经把这个经的意思讲唔对了。前面玄奘大师一层一层拢甲咱辩证过来。古大德认为上三品往生的是大乘的菩萨，凡夫无分；中三品往生的是小乘的圣者，凡夫也无分。换一句话讲，凡夫往生只有下三品。伊老人家甲咱讲，古早人这个讲法啦，唔是佛经的意思，佛的意思。九品往生拢是凡夫，伊老人家讲得太好了。凡夫往生为什么品位也无同款？伊讲语言不同，理有差别。各人言无同啦。每一个人悟到因缘无同，悟到缘较殊胜，那么自性一修学提升伊的境界，品位就高了，悟到真善知识。那么有的人无这个因缘虽然闻到净土法门那么也信愿念佛往生到西方但是伊在自性当中未当提升自己的修学境界。那么品位就较低，品位就较低，这是在语言不同的差别。咱今日遇到言是最殊胜，那依照玄奘大师的话来讲，咱今日遇到最殊胜的言，往生应当是上上品。上中品往生都对不起自己，这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但遇到了，假如错过了，那都可惜。所以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劝导人，一定要把这个机缘把握住，要认清事实，决定不能退转。决定不可以疑惑，也假设这个问答太好了，真的将咱的疑根拢拔除掉，建立真实清净信心。这就是五一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咱的信愿具足，就决定往生。讲文化假设有一个人提出问题，若有解行不同，这是在佛门，咱修行的法门无同款。我念佛一参禅迄个学别，这个学教，那么大家悟到了那么这是个人解行不相同伊理解。伊所修行的行文无同，下杂林定这个下呢是下多，这个不是学会学外多那么外多呢要静要下那么这是属于下的不正确的。那么外道呢，有佛门以外的外道其他的宗教。那么有佛门里面的外道，那么佛门以外的外道呢，咱就较好辨别啦。
啊，佛门内面的外道啊，有的摕到佛教的招牌，但是伊的境界行为呢，唔是佛教啊，甲佛经讲的拢不相应。啊，是邪法啊，邪教的佛教偏差偏邪了啊，这是摕到佛教的招牌啦。啊，实际上呢，啊，伊所教人、伊所讲、伊该所做的啊，拢是伊家己的啊，甲佛经拢无关系啊，但是伊摕到佛的招牌。拍到佛教的标志，那么这个问题是上麻烦啦，啊，让真侪人对佛教产生误会啊，啊，这个在现在社会呢，时有所闻，真是《楞严经》上讲的，佛法时期下书说法如行菩萨，下书就是此地讲的。下杂林定属于这一类，前面界行不同，也是正法，不是邪法啊，只是境界无同啊。那么个人所修的行文无同，但是拢是正法啊。那么这一类呢，啊是邪法啊，所以佛门外道。拢有正有邪啊！这条特别讲邪啊，不管佛门内面的、佛门外面的，邪杂林定，这杂就讲真复杂啦，真多啊！邪低邪见啊，真复杂的这人内相邪乱啊，来给你迷惑，来给你扰乱啊！来的时阵啊，讲一大堆道理啊，那么伊啊引经据典。未合理了乱的啊，或者讲种种疑难啊，或者呢发出真侪问题来问你啊，问到互你答未出来啊，最后呢彼所转啊，都不得往生。伊最终一个结论就是要说服你。正是讲，你念阿弥陀佛呢，袂当往生啦，必须爱改信伊个啦，啊，相信伊讲个，爱改修伊迄个法门，伊个目的在此地。啊，那么这个情形呢，啊，我家己亲自都捌拄到，啊，有一次啊，拄到这个，啊，咱台北华中精装学会。啊，都成立啊！这个新的道场成立无偌久啊，有一个大概三四十岁啊，一个出家人，穿出家衫啊，听讲是为外国回来啊，那么到学会来看看啊，拄啊等着我滴，那么伊也是有心来啦啊，那么专工来啊。哦，批评啦、啊，啊，批评回一本啊，批评这个法师，批评那个法师啊，啊，讲到尾啊呢，啊，那么就是啊，要甲咱讲啊，咱修的呢，拢唔对啦，啊，都干那伊个才对啊，啊，所以确实啦，啊，现在这种人真多。那么玄奘大师啊，一眼讲也看真远啊，知影讲咱以后啊，啊在当时以后啊，这款情形啊，一定不断呐、啊，不管什么时阵拢会拄着、啊。那么下面呢啊，搁引出一条来讲啊，那么讲了嘛，听起来敢那真有道理啊，这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啊。先假设给咱讲出来，那么现在呢，咱确实呢，都碰到这款情形。
啊，一面讲学文，念定众生空劫以来，及以今生身口意业，以一切凡尘心相，具足十恶五逆四中谤法偏题破戒破见等罪，未能度尽，连初定之罪，下属三界恶道。啊，那么伊也提出这个理由啊，那么讲咱无始劫以来呢，那身口意三业啊，拢做恶业啦，破戒破戒啊。那么你这罪业呢，也袂当度尽啊。那么这个罪业呢，是属于在三界内面的三恶道啊。讲得啊，确实真有道理，也是事实。伊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甲佛经讲的都无两样啦。啊，咱确实无始劫以来以及这一生中做的恶比修的善较侪啊。这个地方讲得非常具体啊，以一切凡尘心相，凡是凡夫啊，不但是对人啊，包括畜生拢在其中。咱对人做的罪业，实在讲啊，也算较轻。啊，咱对于畜生做的罪业就较重。对于畜生厌恶、杀害、食伊的肉，这个罪业非常重。其作十恶五逆，五逆其中杀父杀母啊，这两种大概做的人。比较较少啊，那么咱也不至于做这个重罪。但是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经这三条比较容易做，虽然不是真做，有顶流的罪，顶是顶于杀阿罗汉啊！你要去多找一个阿罗汉，给你抬啊！你想要杀阿罗汉，阿罗汉都找不到，你要安怎杀法？阿罗汉是世间的善人啊，咱世间人的的确的榜样。啊，一句话讲呢，咱对于世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那轻慢的藐视、陷害，最高就等于杀阿罗汉啊，所以称为顶流罪啊，顶于七流的。罪，佛是三界导师，人天眼目，当然佛的福报真大，一切护法两天保护伊，无人会当杀害佛的啊。但是呢，和佛的心胸出一点啊血，这也是可以做得到啊。提婆达多，出佛心血啊，这在佛经上的公案啊，这是显示伊恶心，想要害佛。虽然无害成呢，这一点的恶心就犯了五逆的重罪。五逆罪里面最容易犯的，实在讲就是这两条啊，这个是出佛心血。啊，佛无地的有顶流罪，啊，这佛也无在世啊，啊，你要出佛身现，嘛无可能。但是呢，佛无在世，有佛相留落来，啊，这个佛相呢，无论是咱塑造的相、画像、泥塑、木雕的，啊，你那是恶心去甲迫害。就是破佛心血啊，像以前这个大陆上啊，文化大革命啊，真侪寺庙啊，啊，这佛像啊，拢被人迫害了啊，恶意来个损害，那么这就等于啊，出佛心血。
啊，定义啊，祝福心啊，即、这个恶业罪之一啊，这是有意恶意去迫害。那么无意损害呢，都无遮尼重的罪啊，所以讲是恶意的存心啊，即、这个真分心的来破坏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破坏合精啊，头前讲出乎心血啊，你恶意破坏佛像啊，等于出乎心血同款的罪。那么破坏僧团实在讲啊，大部分拢是在口业、妄语、良邪，特别是良邪啊，良邪是挑拨是非，这个罪过非常重，使僧团内面啊不能和睦相处，坏了僧团的规矩，坏了僧团的制度。使僧团在戒行上拢发生严重的障碍，这是破坏合精啊！这个是恶业罪啊，等于破坏合精。佛法的僧团目的是了生脱死，完成佛道啊！无论是多一宗多一派，僧团的目的是在此地，所以了乱呢？罪过非常之重，是不通忏悔啊！即使世间团体的利益啊，就讲咱世间社会上啊，一般一个团体的利益，也必定大于个人啊。一个团体的利益当然比个人较大了。那么你害一个人罪较少啊，你去害一个团体，这个罪就较大。世间团体之大者，莫非国家？损坏国家的制度、处事啊，和一国的人拢蒙受这个灾难，这个罪过就重了。啊，不遵守国家的制度啊，这罪过就真重了。那佛法内面讲因缘果报，讲结罪啊，是安尼讲法啊。所以学佛必须把心量脱开。人为什么会做罪业啊？心量太小，只看到家己的利益，无想到大众的利益，所以伊才会做足罪业，这是恶业罪。四中是破戒。这是讲四重戒，就是根本大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修戒、犯了啊，是犯重罪；无修戒犯了，也是重罪啊。因为伊这个四重啊，这个、本身啊啊，杀盗淫妄。都、就是罪过啊！只要犯都是罪过啊！无修戒犯掉也是罪过啊！但是修戒呢，犯掉呢，加一定破戒罪啊，比一般人啊加了一定的罪啊。那么这四中啊，这个修戒人犯了有罪啊，无修戒犯掉也是重罪，谤法。是诽谤佛法，这一条也真容易犯。佛文内面常常有啊，我修净土，特别赞叹净土，对于其他法文一律拢诽谤，这是谤法。自古以来，咱都看得真侪，自赞诽他啦。啊，咱讲学禅无好，禅是毋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也是啊。既然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你诽谤禅，岂不是谤佛、谤法、谤经吗？依照迄个方法修行的是经，啊，你唔就是诽谤了三宝吗？
诽谤三宝，家己修行要哪有成就的道理呢？啊，这一定无成就。咱一定要认识真清楚、真明白。啊，佛讲的法门，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只要是佛法，拢不可诽谤。啊，不但佛法内面呐，啊，这个大小乘佛法，啊，显宗、密教各宗各派不可诽谤。啊，连世间圣贤，伊是正法。啊，其他宗教，啊，这个正法嘞，咱都不可以诽谤。啊，这才是健康。啊，所以佛在《华严经》末后一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给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善财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所学的法门拢不同款，伊的态度无一个是诽谤别人的。啊，每一位善知识拢修一个法门啊。啊，这个内面啊，还有代表其他宗教的善知识啊，不是佛门的啊，像婆罗门啊，这都不是佛教啊，啊，代表其他宗教啊。那么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呢，拢是自己谦虚啊，赞叹别人。华严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所讲的第一部大经，换一句话讲，修学佛法的态度，在第一部经内面，就甲咱讲得清楚明白了。啊，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甲咱讲得真清楚。啊，而且呢，表演予咱看。啊，真正佛弟子。啊，修学甲其他宗派不相同的啊，这个佛教就像一个学校啦，咱念的科系不相同，拢是同学，拢是成就界定慧，只是方法无同款，依据的义理不相同。咱的目的是界定慧，是觉正净，完全相同啊，这个原则是完全相同。啊，方法无同个尔，啊，目的拢同款，所以绝对不可以诽谤。啊，不但呢，啊，佛门内面啊，无同宗派不可诽谤。啊，其他个宗教啊，只要伊是正法，啊，也不可以诽谤。啊，谦体这是梵语音译个，啊，中文的意思是无善根。无善根的人叫谦体，佛通常在大圣经上常讲，一谦体不能成佛。无善根，或是世尊在最后法华会上讲的都无同款了。法华会上佛讲，谦体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啊，所以。后来人就称《法华经》为成佛的法华，别的经讲未当成佛，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讲《法华经》讲会成佛？啊，《法华经》上承认谦体也能成佛，啊，是安尼一个道理。那其他大圣经上谦体不能成佛。啊，其他众生都可以成佛。啊，那么《法华经》讲得圆满，讲得究竟。啊，天体啊，那么在伊阿无降哦，这个阶段，啊，当然伊不能成佛嘛。但是呢，伊有佛性。啊，所以《法华经》讲天体也当成佛，只伊的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本来就是佛，
但是呢，即嘛是一个未熄颠倒佛，未熄颠倒，不能接受佛法，伊未接受，无即个善根，那么无即个善根呢，伊毋接受佛法，无法度开发伊家己的佛性，因为伊未接受。虽然有佛性，但是无开发，无法度开发，伊拒绝，家己障碍家己，所以讲天地不能成佛啦，是讲伊现前啦，伊未当接受佛法这个阶段，当然伊未当成佛，虽然本来是佛呢，但是呢，无法度开发自己本来的佛性。那么《法华经》上讲的究竟圆满了就是将来呢，总有一天伊会降哦但是毋知当时怎样了那么咱若是了解这个道理呢，那么《法华经》讲的甲其他大圣经讲的并无冲突一个是为究竟处去看当然啦总有一天伊会回头伊会降悟过来，迄阵伊就会当成佛。那其他大圣经呢？针对于现前这个阶段讲，也无唔对。现前这个阶段呢，伊都未当接受佛法，伊都无这个善根你劝伊来学佛的，伊都听袂入去。讲伊未当成佛，这嘛无唔对。所以讲，咱爱知影是。一般大圣经讲天体未当成佛时，现前伊未当接受佛法这个阶段来讲那么《法华经》呢，也是讲究竟的现前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么将来呢，有这个因缘，伊会接受。也接受，那么伊就有成佛的机会啦。那么破戒是受了佛的戒律像在家修五戒，八戒是八关斋戒、菩萨戒，出家修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受了佛的戒律，不能遵守，非凡了，称为破戒。这个罪轻重如有灭门。破戒罪呢，有轻有重。那么律这个戒是禁戒律就是处断这个开掠持犯如果犯戒破戒那么这个犯戒这个罪是轻也重，这是律来的处断的。那么下面讲破戒，戒是境界思想，这个问题严重。古德常常讲，破戒有救，忏悔有救。破戒也当忏悔，改过自新。破戒都无救了。破戒就是讲，伊境界呢已经错误了。那么境界错误呢，伊。无降悟唔知影伊家己即个境界错误，认为伊即个境界是正确的即分嘛无法度通救破戒呢？为什么讲救呢？破戒呢？知影家己即个代志是唔对的，做了唔对，你忏悔呢？要救破戒呢？伊境界错误，伊认为是正确的。这佛嘛无可奈何。那么破戒最严重的这个邪戒，就是不信因果，不信报应，不相信这因果报应。对佛所讲的话，伊怀疑不信，这个都无救了。邪知邪戒，这是当罪里面非常严重的。严格讲。
五欲十恶四中崩法牵提破戒拢有。在这一部经上就讲到，下下品往生，临命终时，地狱上现前的时，有着善知识，劝伊念佛求生净土，伊立刻就接受，马上就念佛，同款也会当得生净土。唯独破见无救了。破见是啥物？你有着善知识，该讲伊唔相信。迄就无法度，迄就无救。咱现前业障也真深重，病痛苦难真多，根本的原因也拢是一个罪业。假如咱真正发心忏悔业障，咱身体逐渐会好转，咱环境逐渐会改善。如果破见都袂用的咯，你安怎样？恳修，拢得袂到你所要想的果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正知见一定爱读诵大乘，爱常常思维佛菩萨的教诫，长时间的分析，咱明白了、理解了，才真正产生了信心，建立正知正见。这才会当有救。咱凡夫有这么多罪业，未能度尽，罪业无端，连初定之罪、下属三界恶道，这罪业果报在哪里？在三恶道。如果这罪业的现象现前了，换一句话讲，这个人现在是一个人的样，一口开不来呢。就到三恶道去了，这是下属于三恶道的。讲温和一生念修福念佛这是问你要哪有可能你一生中修福念佛，你就不对三恶道，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即立必无了无生之国，应得正悟不退位。哪有这便宜的书呢？如果人提这个问题来，甲你问难那么要安怎解答？下面呢，玄奘大师有甲咱教咱安怎来答复这个问题。这集时间到啊，咱就讲到这，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